9月2日 ,vivo Nex 3G 在 vivo 官网开启预约。预约页面展示了历代 Nex 系列带来的创新。据悉 ,vivo Nex 3G 首发瀑布屏。其最大特色是曲面屏两侧拥有像瀑布一样的视觉效果。除此之外 ,vivo Nex 3G 是迄今为止屏占比最高的机型。屏占比接近 100%, 连亮屏幕后视觉效果出众。核心配置上 ,vivo Nex 3G 搭载高通骁龙855 Plus 旗舰平台。前置摄像头使用升降式方案。后置6400万 AI 三摄，支持44瓦超级闪充。从正前照来看，除了极具辨识性的瀑布屏外，该机还采用了圆形后置镜头模组，配色也较为特别。背后还印有 Nex 5G 的字样。因为瀑布屏的应用，手机侧边的物理音量键、电源键通通取消，需要通过压杆来操作。预计操作过程中会有震动反馈。综上所述 ，vivo Nex 3 5G 在外观设计、硬件配置、相机、充电等方面都是旗舰标准，值得期待。该机将于本月正式发布，距离正式官宣应该不远了。好了，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，更多有趣高能资讯就在智能界，欢迎大家去我们官网的受众测频道免费收听新机酷品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。